miracle did you want me to perform? Hello, 我是江江，我今天来改这个亚班尼侍女。升级到满。车体。还有分挡泥板摄取。天线。挡泥板跟天线。不好看。这个就好。刹车35000。保险杆。保险杆好了，装一下。哦，这个有加备胎。You got great taste. 引擎改到满，排气管。哦，这蛮好看的。好。American muscle. 挡泥板有感测器。我实在不太懂它是干什么用的。That's a beauty right there. 哦，还是用原厂好了。引擎盖单一跟三重，这个就用原厂的吧。车灯套件，这个改橘色。悬吊系统，跑车级。变速箱40000块，涡轮50000块，哇，快接近五格了。那其他的就先这样吧。哇，觉得很 power， 很有 power 的感觉。哇，仪表板好帅。油门踩到底的时候会像这样。差点追撞，啊，还是撞到了。我还是用正面来开好了。啊！被撞飞了。好，开回家喽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